那你对周也的那个印象呢，就有什么差别吗？我来帮他说，我已经听了太多遍了。你说，你那说，他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你说吧。你说吧。他对我第一印象就是在楼梯间那个眼神，然后在电影里看到，觉得我这个人，没想到见面竟然是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孩哦，就那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第一印象其实是有点反过来，就是因为从你的作品里面了解，觉得你是那种恶女。我不没有是，没有没有，我是，又他一跟我聊我就看天，他他那就个角色，他塑造的很好，给人留下非常这个长的这样深刻的这样你的知道我现在印听，象。